大家又翻嚟 Pokemon 嘅旧录宝。Hello， 大家好，继续翻嚟 Pokemon 嘅鬼耀之影啊！咁上次讲到嚟到呢一个嘅四天王联盟之前啦，然之后咧，我哋发现咧，佢最后送咗一个机换之心俾我哋，但我哋完全冇练过忍蛙，所以呢一样嘢唔适用啦。好，我哋系时候睇下呢一个嘅四天王嘅实力系如何啦。咁第一个其实我系，所以其实我都有啲惊惊地啊，惊惊地啊。等先，我想起呢个阵容咧，好似喺旧嘅六宝真系唔知203见过嘅，系啦，100呢个重，即系我冇可能打赢啦，系嘛？简单而言，我冇可能打赢呢个阵容，一定啊，即系暂时我冇办法打赢啦呢度啊，我谂我落雨我都赢唔到呢个。有啲可以一夜即刻升到100咧，咁都仲有機會嘅。沖浪，啊呢個沖浪打佢哋完全唔同啦，因為佢哋始終有一個水系啦。其實毒呢只，但係佢哋打我唔係好痛嘅，老實講。啊，佢哋打我唔痛啊，係改過嚟啊定係咩？我知波龍嚇超痛啦呢下。我記得好似曾經見過呢個組合嘅。好啦，咁即係话呢，咁就即刻开完结啦，因为我完全打唔赢啦，100呢嘅话。100呢点打啊，无端端几何级数上升喎、啊、个 level。How to pay? 我一系要升呢囉去。我可能要升呢先得囉。仲有冇一啲可以直接升到100呢既然你都有嗰个唔知乜鬼嘢咩全能力啦，咁你不如教埋最高呢，係咪神劍糖果，系啦，应该要升呢啦呢度，系要升呢啦，77呢。佢头先嗰两只系，哦系，我要有一只格斗系先赢到。其实超梦梦都有格斗技可以学嘅，可以试一试嘅。我哋试一试俾招真气弹俾佢啊，真气弹都应该还可以咯，我估。真气弹。唔系我冇真气弹咩？有，几惊以为冇大佬。好，真气弹呢啲绝对系超能力，唔系呢啲系啊，超能力系嘅基本啦，系啦，即系咩富迪啊，跟住咩仲有啲咩啊？富迪啊，细胞仔啊，系人造细胞啊，嗰啲必要嘅技能嚟嘅。好，真气弹，其实冲浪可以唔要，或者能量球咯，系我哋倒转咯。能量球其实应该冇乜特别用，其实毒都应该冇用。我哋换走招毒 ，OK。然之后讲究围巾，我觉得 OK。一阵间嗰场我要先杀死只达哈罗伊先，啊达哈罗伊要先死，水流喷射，打唔死佢，但问题不大啊，可以放毒钉呢度 ，OK， 打死。奇异之光，哇！花岩怪冇中到啦，真气弹同命，再真气弹打甲壳人蛙呢度用圆筒，其实都冇乜用圆筒，老实讲，打自己啦佢，真系打冇中到 ，Oh my god！ 连续冇中唔知三次定四次真气弹，黐线！虽然我知道机率系低啲啫，但系都唔使低成咁啊。OK， 得，跟住就费列托斯啦，即系只用剧毒都好过费列托斯。费事烦，咦 ？OK， 我问毒钉，冇中到，真阴功，又冇中啦。超冇武技换重，呢度逐流系啦。单凭住呢一个70咧，超梦梦啊，神兽级嘅能力系有机会打赢嘅。去进胜上，同埋对面啲技能有啲古怪啊。虽然佢哋个 level 高啦，但系感觉上唔算系真系好劲。
孫夢夢啦。咁呢個冇幾打啦，衝浪啦，一定要焗住衝浪啦，要。佢仲有冇啊？仲有隻爛泥喺度，咁真係輸得啦。爛泥喺一個地上我就死啦。吃啊！冇幾次啊，冇一半錢啊。好啦，咁其實就打唔打好呢各位？如果要打，我係要去練 level 嘅，係我仲要砌一隊。其實呢一隊打唔打贏咧，應該得嘅。超夢王升咗100咧，應該得嘅。但係100咧呢個距離好似有少少遠，我可能會揾一個時間係直播練 level 啦，順便同大家傾下偈，或者我自己再練啦，係啦。咁今集俾我偷下懶嚇，非常之短嘅一集啊。OK， 咁今集時間嚟到先啦，我哋下集再見各位，拜拜。再见。